最后一台 Vico 的冰桶25升的，然后因为我们方便客人试点，所以我们最后一台就把纸箱拆掉。然后啊，现在25升的冰桶 Vico 的德国 Vico， 然后含变压能差110的变压器，这样是19500。然后现在是我们的出清专区，所以像特惠的话 ，Coleman 这一张 CN-14231 这张主板的桌子。定价8900，现在出清价6400，那时候非常的便宜，买到赚到，所以我们卖完就不会再进货了。这张是 Coleman 方桌，长度100cm 的 ，CN-7006， 出清价是5900。这张小张一点 ，CN-7007， 出清价5000元。这张量不多，有可能随时都会卖完。这张小桌出清价2200，它的定价是3200，直接出清2200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这蛮方便的，这个轻量化的炉具的组合，就是蛮很多露营泡咖啡都会买这一组。这个定价要3200，现在出清价2300。然后厚铁板。厚铁板的这一组叫黑皮煎锅，定价5500，然后出金非常低，3600。Coleman 定价很高的蒸烤网，材质是不锈钢的，定价1280，出清价830。Coleman 的垃圾桶架。质感很好的包装，剩的量也很少，大概剩2到3个，定价要790，出清价才510。Coleman 的碗，不锈钢碗含袋子，它的定价是620，出清价399。Coleman 10度夏季的睡袋，定价1980，出清价1390。然后彩色的这一组餐盘组，定价3500，出清价2275。达人的睡袋量也剩不多，达人的睡袋现在出清价3990，不到4000块。再来 Coleman 的加宽双人的睡袋。它现在的出清价是2800，量也是很少。然后很可爱的 Coleman 这个小灯，定价1300，出清价900。然后装电池的灯 ，Coleman 的，定价930，出清价650。然后 Coleman 的煮饭锅，热销款煮饭锅，定价2300，出清价1625。装电池的倒吊灯，定价2600，出清价1790。然后很有质感的装饰灯，这个折扣也很深，定价要1900，出清价才1040。有两个颜色可以选。然后红串灯，这个价格也是很夸张，定价1380，出清价才767，很便宜的装饰灯。彩色款的话，定价1680，出清价975。然后 Coleman LED 灯跟电扇、安全电扇这一组也是装电池的，定价1780，出清价1130。然后这一组它除了能装电池以外，还要多送一个接100的电的电池盒，这样子一盏灯加电池盒才卖3490，也都是杀到底了。然后 Coleman 的夹子折扣后真的价格很便宜，很有质感的夹子折扣后315，铲子折扣后也是315，燃料袋定价1100，折扣后699，灯罩分2公尺寸 M 号的定价820，出清价533。
L 号的定价920，出清价598。很可爱的 Coleman 装电池的露营灯，有两个颜色，定价650，出清价420。然后 Coleman 的头灯有三个颜色，这也是出清之后卖很好的，40牛米的头灯 Coleman 的，定价880，出清价570。大概就是这些出清品，如果需要就可以 LINE 给我们。